们看看这只无尾熊，我想这个一定又是一个澳洲的餐厅。其实我们在纽西兰，我们的羊那么多，我们吃羊肉当然是最好。可是如果你要吃牛肉的话，我必须承认，你就是要到澳洲的餐厅去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大口吃肉。嘿，艾莉，你不是要带我去吃盐烧吗？是啊，这个不是盐烧吧？这是我们的前菜的部分。哇，这个就是前菜，对，这么漂亮。是。里面是有鱼吗？有，鲑鱼。鲑鱼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我喜欢。哇，这个烟盘一进来就感觉到它的热度，其实真的很热。这个应该是冬天吃很爽吧？对，真的冬天吃的话，它能够维持它的温度，让你的肉不会冷掉。它这个温度有400度，它可以维持20到30度。400度？对，400度。哇，这么高哦！哇塞！哇，你们有听到吗？这个就是好吃的声音，这个肉就感觉很嫩，你一看到它就有点像果冻的那种感觉。这个石头上也可以做你的菜，对，这个蔬菜都已经是先烫熟的，那只要再拿上来就加热熟就可以了。哦，超好玩的，甚至我们的肉也可以先放在上面。啊，这样子就不会这么快熟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这个我不骗你，真的很像奶油，咬得好顺。因为我自己有点怕吃牛排啊，因为我不喜欢一直咬一直咬，这个超嫩的，哇，真的厉害。这个是纽西兰澳洲的。你说纽西兰对不对？是澳洲，澳洲的草食牛。哇，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人吃的吧？这是一个人吃的，真假的？是，超大块的。这个跟我们刚刚吃的那个肉有什么差异？油花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刚刚吃的是澳洲的菲力，yeah. 它是草食的，它是吃大自然草原的草。OK， 那它这个是圈养，它是也不吃玉米、小麦这一类，它的肉质吃起来会比较甜一些。OK， 对，那它的这个部位的油花比较多。所以要看那个牛在吃什么，才会影响到它的肉。对，肉。哇，真假的？是。哇，我学到新的东西耶，好棒！它适合吃3分熟到5分熟。五分熟？对，3到5分。我觉得五分熟应该比较刚刚好哦。嗯，来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肉感觉比刚刚那个有比较结实一点点。是。哇，还是羊香。羊香。嗯，嚼这个盐巴也更好吃哈，会把它的甜味带得更明显。嗯，真的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菲力还结实一点点，不过它的硬度不会硬到会让你觉得你还要一直咬，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，而且它的口味。有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它比刚刚吃它会比较甜，肉质是比较甜一点点的。嗯，还有些帮我微笑为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我又不是 baby 耶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吃伊比利斯满足，它的肉质比较丰富，它会更容易吃到甜食。哦，正贴心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原来是用卷起来的，对，然后就把它弄平，是这样。所以还好是用这个，因为它多少会喷一点点，而且看它的那个油脂就慢慢的弄出来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它这个油啊来煎蔬菜。哦，真的，把无聊的蔬菜就可以弄得更有美味嘛。对，它就是把自然的油脂来煎蔬菜这样子。哎，这个真是一个很棒的 idea。你看这个上面的那个颜色，就刚刚好，有点那个 golden 的那种颜色，这个应该是刚刚好吧？对，啊，要用高温把它的表面煎成这样子。对啊，熟的速度很快。啊，我超期待吃哦！我先试试看原味吧。对。哦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。Come on, try the money, honey.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.